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哎，你怎么脸色看起来这么疲惫啊？心累哈？Come on，现在是收工时间，精彩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从前有只小兔子，它不听话，然后它死了。年死，呸，诗词啊，诗词，呸，哎呦，年死。我的理想生活状态就是越夜越自在，就是越夜越自在。赶紧来天猫响应我的理想生活倡议吧。